开吧，我不管。亏了，电话面吧，没有异性开。哎，我现在还是放回繁星之前画给我的那个。哇，哦，你是说那个熊猫竹子那个东西？熊猫坐着的那个。哦，我也很满意你们那两张哎，很可爱，画不出来了。超万用的，用在哪个地方都适合，对不对？可以呀。我打算再画云月跟小雨啊。啊？耶！那是之前画立牌的那种图啊。好。我画。对啊。还在找感觉。对，还在找感觉。不轻松话题升。太不轻松了吧？很轻松。天哪，压力太大了吧？那我觉得现在就是你的 time 了。嗯，行，你都会喝，你都讲出来了，你自己都讲了，我们刚刚原本没有想到的，对、啊，我没想到，没想到，手都在讲，我原本想说有人在 murmur， 有人在 murmur， 没有没有，那个声音好像知道是谁啊，我们心中的小静在 murmur， 王北北啦，王北北，王北北，王北北，所以今天一样有人请假吗？没看到酱油哎、欸！天，对啊，没看到。他说等一下，哦、我觉得他跟我们说什么网络、哦，他说他网络一段，等他一下下。我原本还期待说，我又有十钻了吗？钱租网了吗？我又要钱，哇，一季 ten 话题训练班，对啊，嘿，他终于摘好了，你都会喝。我完蛋了，又到了你的回合，杰克的回合，也要上线了。直播，早安，早安，早安。哎，对，右边金灯板上是什么东西啊？哦 ，Bread to，Bread to， 为什么？我八五二，八五，没事啦，我在做东西啦。我们在猜嘛，那是什么？我们在猜嘛。这是名牌八五十五二五三五，什么鬼啊？这名牌八加五加五加五啊，没了，八加五加五加五不见了，二三二三二三，那次是二十三。那个就是你们喂动物的东西啦。哦，对耶，你就看到我都没在喂，我也没在喂。白痴哦！我忘记把昨天的材质包拿下来，我的钻石稿是马里奥的水管。想要里面玩水管、啊，玩水管啊，玩水管听起来怪怪的。哎呀，会吗？哎呀，撸管啊。好、哦，你这样讲才怪怪的，哦、这样就很怪喽。好、啊，什么东西？怪怪的。那我们今天就直接开始了。好哦，酱油他应该晚一点嘛，嗯，他们应该都会晚一点来。好，今天呢，自由活动，耶耶，然后任务有更新，然后好，我看一下，看一下，加上去了。好，看到可以哦，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然后喂动物那个有了，哦，改好了是不是？嘿嘿嘿，好，然后团团也有了。啊，有了什么？天哪！这个是女生。在那边，当时哭泣也要死。恭喜耶！恭喜！恭喜你的破嘞！进站啊，三组。是不是都是打的任务啊？去看有别的，不只有打的。我要去地狱去看看。上面有重复任务哦，你有看到我的三十颗吗？重复任务，没事没事没事。啊，走，这个轻松彩怎么还是穿装了？那、啊、没有，他就没拔下来啊。穿两天两集了，他没有拔下来了，啊、就这样了。不行啊，为什么三十任务好麻烦哦？角落的头，角落的都没有中过哎、欸，在放角落。啊我身上钱没带来，放钱，我就不信，就不信我继续放。欸我的谁的钱，谁 的家产，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赎回来？我记得里面没什么东西啦，没什么吗？啊、我记得里面没什么、啊，一些垃圾而已啦。看一下嘛，放出来一起看啊。啊，我记得里面一些垃圾而已。哇，好棒的垃圾哦！会啊，看里面一些垃圾而已。哇，这个垃圾掺杂的好东西哦。哎呀，自动跳耶！哎呀。
气死我了！一直跳，瑶瑶跳跳跳！我今天来蓝湖了。哎，杰克，我的五号啦！哦，你去买一号啦！我的五号啦！你去买一号。谁抢了我的八号？我啦，我啦。哎，我这个是有意义的，你看一下他的数字。八七吗？没有，八九一七。哦，八九一七，八八加九，然后你怎么把我的九也抢走了啊？想一下嘛，搞不好我就中了。为什么我看有人的投入是 Alice 啊？啊，他就是一直要试试看这个啊，他想要转。你说爱丽丝哦？那小子啊？可是我看正常。好吧，可是我不正常。登出再进来底下就正常。没关系，就这样吧。啊，被抢走了，可恶！今天大家都在互相抢对方的号码，就只有我与世无争。没有，我与世无争。哇，因为我是第一个下注的。糟了，我等一下如果中的话，我要跟小雨分哦。我想要跟小雨抢哦。哎，可是我从来都没中过哎。我也是从来都没有哎、欸，我从来都没有，我也没有哎、欸，今年只剩下几次了，我的天！对呀、啊，让我中一下嘛。其实我好，我觉得绿烟是不是时间到就有了啊？不用做任何东西，这样也太爽了吧？我觉得很像，因为我有一次什么都没有做，它就冒绿烟了，嗯，就突然就有。好了，我猜的啦，抱歉，猜错，得得。噔噔，需要更多的数据啊！就不要爆炸，就不要爆炸，大家不要解任务啦！哎呦，唱片，唱片，哎呀，太多怪了！我总觉得我往那边喷掉，哎，你听得到我声音吗？怎么了？有有有，有信号。你知道我刚右下角是这样哦，有网路没网路，有网路没网路，有网路没网路，哎、欸，我又有网路了，哎、欸，我又没网路了，呵。你的电脑、哦、他在反复横跳哎。对。哎呦，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应该是数据机吧，我刚刚就是重用了一下，重启可能会好一点。现在听起来是还好。刚捡谁捡走我的光碟了？白色的。啊，我录，我整理的哦。我想说酱油的网路什么？我的网路在反复横跳。哦杰克利耶，没关系，没关系，反正那个公有的，公有的。好，最后一次我打、我们的唱片不是都被音乐收走了吗？啊、对对啊，我等一下会收放回去了。哦，没事没事，只需要我收起来。上次气气的，啊，就是有人让你气气啊。对啊，气气谁气气？上次有气气哦，有啊，上次杰克假的，对，上次没来啊，上次对，上次没来哈，对呢，他气气，上次有人让音乐气。就是让音乐起起，然后音乐收走。哇塞！太，你看那个我们的音乐这么的温驯，他居然可以生气。来，杰克，你来。用词错误。用错了吗？可是我觉得另一个他应该会直接生气吧。直接说你给我过来，然后把你传过来。嗯，杰克，你过来。好可怕！声音逐渐温柔。哎呀，逐渐害怕。哦，对，有人说那个越害怕，那个什么玄武岩柱哦，是哈基跟酱油在打苦力霸王的时候盖的。哦，所以是酱油盖的，是不是？观众挖出来。有，我今天影片留言有人这样讲出来。好猛哦！真的要挖很久哎，很久以前。对啊。那个哈基，我们有吗？我们有吗？有这么久演了，我不知道了。对啊，我不知道啊，我们真的有吗？可能有吧。你就是可以配合到我说我没有啊。你不要汇钱给我，你没有 say 好，不能帮你 say 好。对啊，你们要先 say 一下，来，我们可以再讲那个什么，假装时光到了。我们可以再讲一次，再讲一次。我们现在小声的讲，他们都听不到。我给，我听不到。我给你一个钻石，你跟我说的一样。好绿烟呢？好，你们太好了哈！就是 action，action，action，action。哈基，我们有这样做吗？没有啊，谁的无赖呀？哦，这跑，这错了呀！好奇怪哦，谁啊？哎，我觉得那个说谎的人真的这样不优哎，不应该对，说谎啊！
对，你们要挖也要挖清楚嘛。哎、欸，哈希，等下再来找我拿钱，对吗？我觉得刚刚酱油笑场了，要不要重再再一次？啊，我觉得我们再一次，再一次，情绪可能不到位，是不是？我们再一次哦，我们再一个 take。Camera action， 来。我觉得我们自首好了，你怎么看？哇哇，你怎么那么会生绿烟的啊？哎呦，他突然就又生了。哎呦喂哟！刚刚的数据很混乱，很混乱、啊，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有人想要六号吗、嗯？没有，我要包走了。没有，应该大家都买完了，大家都买完了吧？剩你啊？原来我是最后的吗？对啊，因为你知道啊，真捡漏。没办法啦，他为什么要反复横？你为什么要反复横跳？你害我最后一个，你就是害我好丢脸啊！他在做运动嘛。对啊，对对 让你的网络非常非常的活跃，他要一组十二下做四组才能休息。我家网络是不是叫阿呆？阿呆，阿呆，阿呆。对，我们你们还记得你们每个人中奖次数吗？两次，四次，我忘记了，最夸张一次一两次而已，二还三忘一次吧，泱泱好像是三吧。哦，还是观众有没有人算？我记得有人有算，我记得有每次结尾都提一下吗？而且他还说，如果是我们三个人其中一个终于中奖的话，他就会写在另一个特别写在另一个影片底下留言。他已经把我们三个归类为是永远不会中的这样。中奖绝对底吗？怎么会这样？你看，这样代表假设这样师傅的中奖运气只有20%，你可以把那20%给我，这样说不定我就有60%了呢。反正我中一箱也是你的吧，如果有一箱的话。我觉得很难啦。陷入思考，陷入思考，我要把20%给他了。我觉得你把你那现在的给我就好了，把你现有的财产全部交给我。对啊，这样比较快、欸。对，我竟然无法反驳、欸，怎么会这样？嗯，讲的话，到时候就旁边放个那告示牌，说目前中奖几次，嗯，写一下，我觉得可以哦。究竟是二造型会先出来呢，还是你们会先中奖呢？我觉得应该是二先拿，应该是二。他现在还没完整出来啊。可是我觉得快了啦。不是 skin 那边已经确认了啊，变了。对啊。哎，那这样在二耳造型出来之前，要是你们送人，你们要不要祭品一下，买个二耳造型？啊，我们下期就没玩。都那么久了，我们要祭品。对啊。对啊。对啊没有啊 ，LOL 的造型呢、啊，一个就是角色的造型。哦。一个会敲铁，真的。有没有印象？有一场是我很硬邦邦的那一只。之前我们玩内战有一场，就那只羊，红色的羊，最后一只羊冲出来。可是它的造型明明很感觉蛮好想的吧？感觉了。可是它角色不好看、啊。对啊，没爱啊。你看冠军长啊，不好看的都很猛嘛。哎，一直哦，我是在说二儿哦。你这句话、那你觉得团团好不好看？我师傅那么英俊逼人，帅气嚣张，你知道他连啃竹子的时候别有一番那个姿态，那你是不是太猛了？对，你是不想喽？你懂的，师傅，你懂的哇，你懂的。我的中奖率哈，可能有待加强。哎，我是不是卡住了？我是不是要断线了？完了，讲坏话，讲坏话，讲坏话。劝你，我劝你自首啦。你要被五 G 与五 G 超度了。我不是故意的啦，听我解释啦。你要网络让你愿意听你解释啊。我打中了一颗虫自食。哦，那没断了，没断，嗯。你需要上脚，对。师傅，你在哪兒？我上脚一颗虫自食。我比较想要那些钻石。笔画比较少。哎，钻石会比这些亮亮的东西好吗？会，你呢？我们很诚实。你就会犹豫一下，像这样，会。我这个说我就很笃定，好不好？就是会。不需要犹豫。不愧是师傅的，都不犹豫的，真的是太 man 了。真的是太 man 了。真的是太 man 了。真的是哦。好像有点妙、啊。不愧是师傅哦、啊，先捧起来放。笑死。先捧起来放。
我看到我的苦力怕是卡在空中又下来的那个吧，那个啦，你的网络很不稳欸，现在糟糕了。要是我等下喷药再回来，喷药再回来，喷药再回来，那希望你会掉虫子。我也好希望哦，我这样我就可以多打几只了。对，是怎样？你想要刷我是不是？刷那个汽车酱油的怪。哦，有了，班子又跳了。今天的那个活动改了，他就表示我们来刷汽车酱油吧。我把它调整一下，它会一直十秒内重生，看谁尾到最后一刀。来，他感觉蛮好玩的，我觉得蛮好玩的，好好玩哦。是新的活动吗？猎杀任务之类的。猎杀任务，现实任务。那打了会掉头吗？可以统计一下。感觉蛮不错的耶。哦，不行，我突然觉得头好痛了，我要走了，拜。打你头啊！突然感觉到你的网络不稳了吗？对啊。哎，奇怪，我的网络怎么突然？他在哪里？你这个电，完全不像。哎，我找到你了，打他！好厉害 ！Boss，Boss，是我的。他跑太快了啦！我来了，我来了，我下来了。那酱油是要发光一下。找到了！不要乱来哦！你看前面这个是谁？这是哈记的头嘞。哦，这个吗？我在这边。哇，天哪！我刚听错了。你在听成什么？我把头呢听反了。哦，完了，真的怕了。所以你刚刚听的就是他记得奶头、哦哎，我没有讲啊，我没有讲。你是会，你是欠打。那个这段请剪掉，谢谢。不会啊，我你要把谁东西剪掉？把什么剪掉？他记得吧？哦，他剪掉。他是一个头，不是这样子的。我也是很尊敬您的。你说师母吗？这不是我说的。凡希，你说什么？完了，我今天怎么了？天啊，对不起，我道歉。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我今天怎么了？凡希表示这段也能剪掉吗？宝宝要剪掉哦，剪掉，剪掉。宝宝剪掉还是阿旺剪掉哦？我们说好了，谁剪掉？你讲清楚。好啊。糟糕了，听我解释。你怎么又开始听我解释了？不要听我解释。不是啊，要可以留了。好，我不听。听一下，听的不吃亏哦。我不会叫你们买那个什么爱心笔。爱心。现在是不是还很多啊？有啊，西门町还是很多啊。嗯，哇，没遇过哎，最近。而且他们的说辞进步嘞，以前都说什么这是我们设计的呀，我想要开一间学校，开三年还没开成功，肯定是太少人买了。开学校？不是啊，卖笔怎么？开创业啦，创业。搞学校是什么鬼？开创业。开学校，我要会开的吗？创业，我喝醉了。这么会开？你还喝哦？你记不起教训哦？你忘记你上次变成呕吐怪了？哎，你知道现在就是现在他们的说辞都是说哦，想要做爱心，想要做爱心吗？爱心哦。我上次遇到他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做爱心，就是响应地球环保，我们这都是为了地球好，这些是什么什么 我们就是什么要一起什么资什么投资哪里啊，然后或是捐助哪里啊，然后说一定会捐啊，然后还拿一张包哪里来的证明表，这样电影出来的。对啊，现在都是这样。你今天讲话好危险。我也觉得啊，你今天讲话好危险。对啊，啊，做爱心没什么问题吧？有吗？那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爱情？爱情，逼情。我总觉得你的发言比较危险呢。都蛮危险，我是觉得都危险。怎么废这样子？怎么废这样子？我不这样子的话，就杰克的回合了哎、欸。好，杰克加油，上！杰克加油。
我刚刚去解完任务了，是在把地狱幽灵打死耶！恭喜！那你很棒哦，超棒的！而且我现在觉得汽车驾有这个嘲讽感，天哪！我这是在给你那个练习据点分。好的，据点不用练哦，据点很容易啊。对啊，不要回他就好了。我最近听到一个新的句，就是这样。哎，你知道 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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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p， 你知道吗？哈，你刚刚说什么？这不是你常说一次吗？你常这样对我们讲啊？没有，还有后面。我又讲一次。哦，是哦，我也觉得。你刚刚说什么？刚刚重复了三次。OK。他就是没在理你而已啊。对，他还能接我话，他接完我的话以后又问我在说什么。啊，就是没在听啊。就是哦，对对，啊你刚刚说什么？对啊，就先给你一个回答，但是他完全不 care 你在讲什么。啊，这个人好可恶哦，我打去骂他。快快去。所以现在就交给你了。然后呢？换人啊。那你点一个人，洋洋啊，是点洋洋啊，对啊，花最少的另外一个洋洋啊，哪有那花很少？那不然今天这样好了，洋洋，你今天讲完一个话题，然后我们成功通过，觉得这是个话题，就换杰克。对，你们这样轮流，这样你们轮流，一人负责一半就好了，这样蛮好玩的。点名字啊，点名字啊，要不然点名字，我觉得不错，这样蛮好玩的，来吧。对啊，话题。对，等一下，那你也开始苦恼了吧？我先说不能点我，不能点我。没有 ，OK， 我觉得那个这样不用点关系。我也觉得，我也觉得。话题往话题往，来吧，来吧。好难哦。你可以讲你最近。发生的事啊，去哪玩啊，学屁啊，去哪里做什么啊，都可以。对啊，你玩得多开心，多快乐。心里还有没有我？很不开心，太不开心了吧？日子过得太平凡了，屁啦！对，我要聪明。我跟你讲了，你这种话骗骗别人还可以，骗我不许的。我就是框框而已，能去哪里是吧？你现在是要这样讲吗？我也没有去哪里玩啊，就是去了一趟夏威夷，也是很平凡的。哇，我靠，好屌啊！怎么跑过去？没有，我就飞了一趟德国而已，这样王子。哇！我跟你们说，我最近的生活真的超无聊的，我就是去了一趟德国，那里也没什么吧？哦，感觉发言都是这样的感觉。天哪！对啊，我最近也没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去西门町遇到帅哥，然后还跟他拍照。然后那个帅哥就带我去买爱心包包，说可以了。爱心包包，哎呦，屌爷！哎呦，刚才那位帅哥啊，哎呦。然后我买了爱心包包以后，发现那个包里面破了一个洞，然后我在里面捡到了一支笔，原来是爱心笔，惊喜中的惊喜呢，这里。哇！原来是开惊喜包。哇！我要抢，我要抢话题了，你去。那个一定是做慈善的，对不对？超快送笔耶！哇，还是包破掉了，包包破掉，你们一起去做爱心笔啊？你在讲什么？两个在做爱心笔，好惊喜哟！我花600买包包，居然拿到一支笔耶！话题歪掉，整个歪了。啊！等一下，没有歪，怎么歪了？你们在想什么？正常都会脸歪啦。啊，正常都会脸歪了。为什么？啊？因为就是你知道，其实没那个东西做出来不可能是纸的，一点点零点零零零零八的那个，一定会有瑕疵啦，一定有瑕疵的，对。你说笔吗？对啊，对啊，笔啊，对。你说断水的部分吗？可能吧，就是零件有点弯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断水我不知道，有些可能会断水，我不知道啦。对。那我可以拿去退货吗？我花他600。有些可能没有退货，对，有些可能有些我怎么觉得那个本来就是厂商制造出来就不能退货。你跟他讲讲什么？我没有证据，我在打赌。I never say 哦，你要砍的吗？你要砍的吗？你要砍的吗？我怎么觉得你在开车？什么车？什么车？没有啊，就坐笔啊。我是在开大卡车。
哈，大卡车，你说巧克力哦，是大和村，嗯，是巧克力吗？哦，那为什么大卡车联想到？啊，你是说后面载着水果那个的吗？坐车啊，对啊。哎、啊哦，那个超好笑，超可爱的。你说小朋友打架吗？嗯，对，小朋友打架，他、啊、打小朋友。都小朋友了，都小朋友，都小朋友。哎、欸，所以泱泱那个、那个话题的部分，哦，我想一下，好吧，我想一下。好, 好的，可是我的话题跟你们都给不上。我觉得你现在就跟我一样，但是可是我平常就盖不上是怎么回事？你现在是在盖不上？对，盖不上，盖不上吗？你要问盖啊？他刚刚说他的话题跟我们盖不上。啊，你要去问他，问一下盖瑞嘛。Gary 用 Gary 问一下，问一下 Gary， 哎、欸，白痴哦、喔，对不起对不起，有没有打 boss？ 我刚好遇到他，我刚好遇到你，我只是想打女巫遇到他，白精英僵尸哦，悄悄不走哦，花不花来来花，花花了花，花马 Becky， 花马 Becky， 锵锵。大家都是想去抢防炮卷的吧？我想。哎呀，痛痛痛！我要。哎、欸，我可以花一滴血把一个人送走，有没有？防炮卷就不是他的了。哎、哦欸，好像很棒哎、欸。阿进、哦、就交给你了。好像不错哦。对吧？阿进加油！阿进，阿进打人。阿进打死我！哎，我觉得我觉得阿进可能不要动刀比较好。阿金，你又打到我！没有，我是僵尸。他已经受到那个委托了，他要暗杀，他暗杀。哎、欸，交易的。然后反炮卷是加油拿到的。哇！哦，哎、欸，什么、啊？反炮卷，反炮卷啊！你是照不对招。对，都给小雨吧。没有啊，没有、啊。Yeah. 哦，完蛋了！交易达成了，没了，没了，没了。等一下。哎、欸，几个人啊？看一下，五个。你们七个啊，除了我以外啊，五个。我也没过去啊。哦哦，那就是五个、哦，五个，五个，那就五个。还是你要给我一点讯号，我冒出两个。讯号，然后就有人出现了。那个伟大的小雨有关于防爆卷的部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交易已完成哦，交易完成了。关于防爆卷的部分，哇，小雨，哎、欸，不想走，哎、欸，不是你拿走了，那我都。好记得，哎、欸，我拿啊，你有拿吗？这是谁没拿？杰克，我没拿，我没拿，杰克，你们自己打架，反正我拿走了这件。还来哟、哦，还来哟、哦，还来，还来，你这刺客啊！哎、欸，第一场钻石擂台大赛开始了。那是赌赌赌赌赌赌谁赢？我赌，哎、欸，刚刚谁在打架？可以再重新。哈哈哈哈哈！大爷，要开始那个活动，先打他就对了。不行的，我现在等于是在下赌注的嘞。哇，其实他自己只要付四颗钻石就可以把我们送走，有没有？反爆卷那个钻石他的，对，钻石换一堆钻石。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这个啊，不是，我这个不是委托，是刚刚是这个想法。哦。我觉得不行，以后看到他进，可能要先把他砍死，我们才能进去。哎、欸，可是你要很小心哦，会设伏战哦，那个没有上限哦。啊、可以一直玩下去的、哦，一直砍一直赔哦。对啊，他就表示还有多砍一点，疯狂的过来，来都来，没有问题的啦。恐怖，通通一起上，我可以的。我可以一打十，是不是？一打七。没关系，我们弓箭射他。他等下送走一个。啊，真的。他等下说我先让你两件。哎、欸，两件搞不好他会死哦，杰克的话。对啊。我可以试试看吗？阿杰，我可以试试看。那我们可以直接开打吗？我也来打一下，直接开腿。他们来啊来啊！哇！要打完，要打完，要打完！来，我要看，是假的。我整个村庄，整个村庄，整个村庄是啊。我要去看戏了，看戏了，看戏了。赌注，赌注，你要赌什么？不要！哎，我要一只猪啊！你讲什么？他什么一只猪？什么一只猪？不要打，不要打我老公啦！精英蜘蛛。
哦，精英之初。哎，你们两个去那边打，先去打，先去打，打酱油，去打酱油。不要打我！我刚被他中毒了，我眼泪都下来了啊！不要过来，好难打。啊，对不起，意思是啊，我已经毒了啊，好毒啊，好毒啊！哎呦，我也毒了，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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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爆啊！哎呦，毒！哎呦，卡了，卡了一下，毒！啊，他掉到水里了啦，他很开心。可以可以，哎呦！啊，我被砍到了，我被砍到了！啊，我没捡到，我没掉这里打。哦，几颗啊？除了泱泱吧，诶，对，除了泱泱在这里，除了泱泱不在这里。我听成臭泱泱在这里，我听会听臭泱泱的，哇！我的天啊！小朋友打架吗？你们很快哦。小僵尸，小僵尸，靠近！哎，康德，从箱子里面拉。是啊，箱子。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他那边，他那边，他那边。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七个人。酱油，你看错了。好帅！啊！我拿五颗的。啊！我看错箱了吗？哎，酱油。酱油，刚刚第一批的说少发两颗，刚少发两颗啊，真的吗？哎，啊，我有吗？我有吗？有，应该是六个啦，洋洋不在，六个，我不在，哦，加不是八个人少两，我们少一个而已啊。哦，所以我要不知道是有人没，那就是我还没拿，还是你看到了我们不该看的东西吗？哦，哎，那好，两颗给你，好可怕哦，好可怕，好痛哦，真的好可怕。绿烟。哎，为什么他这只叶被撞到你就冒绿烟了？哦，原来是撞到特定人吗？哦，特定人也太难了。撞到谁？撞到谁？撞到谁？等一下，哈基是不是你捡到吗？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啊！我不知道，是那颗吗？不是，不是。哦，真的吗？不是这颗，不够远，够黑，是够黑啦。哪里啊？看一下哦，左前方走。家里有矿洞吗？还敢不存啊？是啊。哎，哇！家里在哪？要迷路了。往这边，好，往上走。我也要 TP 泱泱。你在哪里？为什么会每个要 TP 我？我劝你是不要站在岩浆旁边。我这里很 peace。我回来了，我等一下哦，不要喘哦。好，可以喘了。我听成我这里很 peace， 我想说哈。你不能等人家回家再喘。耶！打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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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戏，看戏。哎，那那个，这种装备没有很好哎，感觉会死。好一戏，好一戏。那法院是不是可以用了？哎，对耶，法院没有啊，这只是好玩而已啊。法院竞技场啊，里面有个那个副驾，太小了，太小了，不是这样子才不会拖台钱。对啊，才能赶快打啊。你说去副本里面打，买票进去看你们打架。我要进去看看你们打，然后旁边集合啊。好哎，好哎，看戏，看戏。让别人开心就很开心，开心啊！有戏可以看到的开心啊！的法院有卖爆米花吗？好好好不容易用到了，不然都变蚊子馆了。好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到了。等我，等我。好，好，就这样。哎，我还没到他。蓝色角落。要开艇的人怎么那么怕？没有啊，我们又没有要开艇，我只是来玩 PVP 而已。蓝色角落是，我看就发育力不够哎。哎呦，那我想要下这边会赢，我站在这里。可是这边完全没下注的话，没有那我也想赌博就不成立了。还是阿金，你要下杰克会？可是他们两个不是都很痛吗？可是啊，可是防装应该有差吧？他这个防装没开哦。啊，哦，没开。那我要赌，我要赌，我要赌什么？赌哈金。就我不知道哎，赌什么？我十颗钻。十颗啊！哇，哇，哇，有人说太少哎！天哪，你是不是要赞助啊？你要进来打一场啊！你刚喊太少的，不要，不要，刚喊太少的，装备最弱那个。你在外面喊最大声。有限用什么东西吗？还是都没限？就不能吃回血的东西，不能吃回血，反正我也不能回血啊。场外，场外，场外。你为什么要来抓我？不速之客，不速之客。好好好，来，好，三二一，场外，场外，场外。我先扣了一颗星的。好，来喽，三二一，开始。哦，拿斧头，拿斧头，太痛了吧！哦，我要死了，再一刀，再一刀。
我的血量，心脏，我要吃苹果。哇！哎，赏一颗，赏一颗。谢谢谢谢谢谢。哇！超痛哎！表演。赏一颗，赏一颗。耶！真好赚哎！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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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哎，现在哈利是要超人战吗？他血都不能补，然后看着打几位。哇！我觉得肯定没有上阵。我觉得我没办法哎、欸，我的装备很烂。还是你要一次挑战三位？我就不去送死了。哎、欸，下位挑战者是哎哎、欸欸，那请问如果我们是三位，然后那个东武器都不强的抱团，你一打一挑三嘞？一打三，我觉得他两个就有点难了。那你们钻石可能要下多一点哦。哦，对，可是我好像身上没什么钻石，好吧，那我不要玩好了。没有徒弟呀、啊，先不玩。现在好了，现在好了，我看人家打完架就好了，我回家了。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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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每个礼拜可以看一次吗？哎、欸，那我们就抽签嘛，有没有？做个抽签，抽两个人出来打。抽两个好像可以哦。感觉不错、欸，你们有投降选项吗？你就给钻石啊，就直接给对方、啊，你就直接给钻石啊。对啊，对啊，对啊。哦，酱油给了啦。啊就是、看你要直接给还是要拼一波了吗？啊，可是我看到我对的是哈基，我就直接给了。我也是啊。打不赢，打不赢。我们不要去挑战神。那底下普攻多少？你说普哦，不跳了。哦，五九一。好可怕！你五九一就等于我跳砍，你知道吗？我、跳砍是八五九，八五九一，八五九一，八五九一买。好啦，三十分钟了，播广告。嗯，我跳砍还没有那拼砍高。嗯，对，我跳砍才一四六，哎，天啊！我拼砍三二零。哦，好高，我的妈呀！对啊，都蛮高的。跳砍才二九。我家狗都惊呆了，一直吠。惊呆什么？外面是在放烟火，他在化修吗？化修、啊啊，打打打打打打，打什么打打？打他打他，撤离撤离。对啊，我觉得我家狗现在就是哇，好哇，好哇，哇，帅啦，帅啦，送亏啦，之类的。哎，对，酱油。你家的狗狗有没有玩过那个给别人做那个宠物沟通的东西啊？啊？有吗？就是跟狗讲，想知道就是狗狗它心里的感觉很有趣，哎，感觉很有趣耶、欸。好的，下次来试试，我来看到你到底在想什么。可是那个不是记得不是蛮贵的吗？很贵哦，可能你要找，你要慢慢找，还要预约哦。米姐，我家狗狗在想什么是值得的？我怕第一句就是智障主人滚。很快哦。哎，伐木场有你的蜂窝。伐木场哦，好，长是长过去是不是？出去了是不是？是啊，长出来的啦。哦，我也长出去了。你的野生蜂窝跑出来了，请制止他一下。他现在里面有那个哦，他有一只蜜蜂飞出来哦。没有戏，没有戏，他那个蜜蜂迷路啦，不用理他。没有，他是放飞他。好好好好。哇哇哇！我听到这小气啦，你金波狼，金波狼，打他，继续打呀！哎，你们知道我家狗它真的是超级派哎、欸。就是我家狗很爱玩嘛，它就会咬着毯子，然后叫我跟它玩拉扯。嗯，然后那时候它就叫我跟它玩，然后我就不理它。等下，它叫你跟它玩哦，它用叫的，用真的是咬。它会咬咬我。哎，酱油来玩的啦，酱油来玩的啦，酱油玩啊！这么厉害，我在那边直播，带它上电视哦。它有跟你讲说不能讲啊，跟那个很聪明的狗一样啊。对。你是不是拿手在我呛哦？咬来我旁边摸蹭我的枪，有时候我不理他，就躲飞。蹭你的枪，蹭你的枪，他叫。然后那时候就我不理他，他叫我舅舅陪他玩，然后我舅舅也不理他。后面我舅舅看他太可怜了，要拿毯子的时候，我家狗竟然要咬他、欸，哎，哇，好凶，很气哦，都不玩。他现在在生气吗？你刚陪我玩，现在想要陪我玩，我没给啊啦，之类的吗？是卖肾啊，是卖肾啊，卖肾，现在不想跟你玩的啦。
哎、欸，那我觉得搞不好你真的哪一天做宠物沟通，搞不好真的会觉得 你这个笨蛋主人之类的，直接讲出来。哎、欸，那我也太难过了、哦。我如果被我舅舅听到，他可能会被送进阁楼里。哇哦！太啦！哇哦！好狠，好狠！这可能可以到抓到阁楼里前面反省。你再说一次，我是什么主人？聪明帅气的主人。哈哈哈！生命获得了保障，暂时无这暂时没事了，这样求生欲 max。瞬间对啊，最近不是也很多这种男女朋友的男女朋友，对啊，求生欲 max 真的。嗯，是新的话题吗？不懂啊，就是那个、啊、现在新的东西吗？就是男朋友面对女朋友的求生欲的部分啊。因为我只知道最近有什么那个哆啦 A 梦跟大雄说什么？你把你要的需要的不需要花上去吗？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吧！我只知道这个，你知道吗？求生欲是指双关吗？不是，求就是你多想活下去。就是、oh, 有时候不是女朋友为什么直男大考验？对啊，哦、oh, ，对之类的。我哪里不一样？太过分了。那个典型的。老公，你觉得我胖了吗？啊！现在你要说胖还是不胖呢？你要怎么婉转呢？这个好难哦。对，你要在大考验啊。对，对，你要怎么活下去呢？求生欲大考验。哎、欸、哎、欸，那你们会怎么回答？这个啊、哦。对，问一下有没有在场男性们？对，如何求生？如何求生？如何求生？我们来测测你的。死亡率有多高？我会来个尴尬又不失礼的微笑之后说：“哎、欸，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那很我觉得很有，很棒哎，蛮失礼的哦。我跟你讲，在场是三位评审哦，对啊，三个女孩子哦。你承认你是女的啦？没有没有，哎、欸，对耶，终于终于，完了失言了失言了，可以剪掉吗？刚刚那段，帮他剪掉。好了，没有了。如果讲认真，我会跟他说，嗯。”如果真的有的话，我就说，嗯，可能真的有一点点吧，就这样。那不行，我跟你讲，我会在，我会选的对象是他能够接受我这样讲的，他不能接受我这样讲的，没办法当我的女朋友呢。OK， 我直接讲啦，就是如果他没办法接受我这样子，就是他认真问的时候，我直接比较诚实的跟他讲，他不能接受这种的话，我会连在一起都不会跟他在一起啊。嗯，啊，原来如此，喜欢听懂了。因为你要这样知道啊。啊！你要在一起之前要先测试一下，哎、欸，你最近好像真的变很胖哎、欸。没有，他变底线。这个就很简单啊，你平常跟他聊天相处就可以知道他到底平常是有没有办法跟他讲真话的人啊，啊对不对？那其实就你可以知道啦。可是不一定，他搞不好在一起之后他觉得更 care 啊。那在一起之后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说，那我会说，那我们不是我们分手吧？那你就想说，你为什么这样？你以前都不是这样子的。不好意思，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哦。你误会了什么？拜拜拜。啊，长痛不如短痛嘛，对不对？那他要是问你，那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现在啊，我跟你讲这话，你不能接受啊，因为我就不一样的啊。对啊，与其以后要花那么多精力吵架，倒不如现在直接分啊，不是吗？哎，挺有道理，又哪里怪怪的？对啊，我觉得没有，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的价值观啦，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觉得啦。嗯，啊、那其他人呢？我的话，我会直接跟他反问他。你是不是想杀我？直接想杀我的，直接表明你是不是想害我？问这种问题你就是想害我嘛？你打那么对啊，你就想害我嘛？你是想挖个洞啊？对啊，我去打，你是想杀我？你知道吗？你会直接跟他说你要直接跟他说你要杀我，你直接一刀过来吧，不要问我这种问题。你要我的命？我拒绝回答。我不想回答，直接说你是不是个变态图？我命给你好不？别问了。这个回答 OK 吧？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对，就是给你女朋友可能会笑出来，然后就说可是不能应付很多次。欸、没有，有次数限制的。对啊，那我就要来反问，那你们到底会希望听到什么答案？其实基本有没有那个剧情，给点剧情好不好？
要看什么事情、欸、对啊，你有前缀啊，对不对？没有啊，没有啊，就是刚刚酱油讲那个例子啊，因为其实你们刚刚那样子问，也是我们也是没有剧情的情前面的剧情情况下就回答啦，对不对？啊，就是如果你女朋友问、那個、啊，这个是小雨问的、欸，是我还是、啊、不是我问的？是我问的吗？好的，是我问的。哇！但是如果你女朋友问说，哎、欸，我现在就是突然问你，我现在我觉得我变胖了，这个。哦、oh, oh. 就是这么简单这样而已，对啊。对啊，嗯，我好像我记得我最常听到的回答是说，因为没差，反正不管多胖我都爱你啊之类的。哇，这个求生欲满分的啊！哦、oh. ，哪有啊？ Oh. 我听到不是这样子、欸，可是我不知道，听起来有点敷衍的感觉。对啊，很开心、欸。我也是觉得，好吧，男女的。而且男女思维不一样，真的，这就是价值观的不同啦。真的有啊，是吗？就是我听到我会觉得说，哦，是哦，就是感觉很有点在敷衍的感觉，对啊。其实我自己的话，我是不会问这种问题的，因为我一般都是这样。哎、欸，我觉得我变胖了、欸，干，我是不是该减肥了？走，我们一起减肥吧。你才不一起嘞。对，他是没有，他是不用回答我的。我觉得我，可是我一般不会觉得我变胖了。那你就是自问自答。但我一般都、就是哎、欸，我觉得我变胖，你觉得呢？然后他可能就说哦还好吧，就是有一点点啊。如果他说有一点，我就会说好，那你要陪我一起运动了。如果他说还好，就是好，那我继续吃。你只是找借口吧？蛮两极的。嗯，他其实就是想吃，有没有？对啊，就是啊。听到别人说瘦、吃，反正别人一定会讲这句话，有没有？哎、吃东西很幸福、欸。那小雨嘞？我吗？我就是要看回答怎样。我刚不是说如果是那种什么，然后我就会哦死哦。没有、欸，那应该说，那你期望他什么回答你啊？对，期望也没有啊，因为我不会去问这个问句啊。对啊，對啊對啊對對對我可能是只是一个表事实，就是这不是一个问句这样。你要打赞你吗？那就跟我有点像嘛，我希望变胖。对啊，可是我不是在问你啊。对，我不是在问，我只在提出一个话题，在讨论这件事情。我就是变胖了。我没有要你说我不胖，但我就是变胖了。其实我觉得泱泱说的那个说法就有点像是说你跟直男跟渣男在一起的差别，跟直男在一起你每分每秒都很生气，但跟渣男在一起虽然说他在对你说甜言蜜语的时候是群发，但是你那一刻很幸福。他有个那个什么备胎群组，这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的概念。对啊，但是对，但是你当下很幸福。我要去打杰克。哦，行。你怎么打下来的？我怎么看到我？嗨，我觉得杰克可能不会很想看到我。为什么？他说话没有。因为之前我跟他一起打。啊！这个，是谁？对不起，我刚听到哀嚎声。召唤小精灵。等一下，小精灵是长这样子的吗？就饿死的小精灵？难道不是像彼得潘那样的吗？怎样？你们那边有花是不是？彼得潘也不是小精灵啊。对，他不是。不是啊，彼得潘旁边不是有一个精灵妹子吗？他叫小精灵。他叫什么、啊？小精灵还是什么？小叮当，小叮当，小叮当，小叮当的妹妹，小叮当的妹妹。他叫奇妙仙子。奇妙仙子，对，小精灵嘞！啊，听错了，他卡住了。繁星的啊，不要砍我！繁星的头，繁星的啊，不要砍我！等一下，我哎，哈基，我刚刚是几颗？三十四吗？你给我三十五还是三十四？忘了。三十四，好。我又吸到了，来，还有，你这样子把我头放地上，救命啊！我快死了，好多蚊子。没事啦，你被蚊子叮死看看呐、啊！我刚刚被蚊子快了，蚊子了快了，快死了，快死了，剩一个半了。我们真结束、啊，真的吗？那个蚊子有绿绿的、欸，你们这不打、喔？有啊、欸，有一只绿绿的、欸，蚊子来咬我，快点，蚊子咬我，蚊子。我死了！我被咬死了！我被咬死了！被咬死了！被咬死了！哇！死了！不要掉进你的家里啊！小雨每日完成，还好我有水。
哇塞，后面怎么是眼角一个洞？我还跳进去。哦，我在躲蚊子，我就摔下去。哎，我要拿到一颗虫子石。小米都没事接完了，不是，而且我还没有拿到钻石，请刚刚的记得付给我。我也没拿到钻石，但总之我要先回家。我先去坟墓放一颗了。我在坟墓了，我在坟墓了。先来回血吧。要回完了，回完了。什么？怎么了？没事。刚刚三个，四个，就我你，然后小雨跟酱油。嗯。他其实是最后才来的，no, 我没有要领，哦，你是放里面哦？对啊，我要塞。我以为是要烧掉。哎呦，没有，可以顺便记录一下我到底死了几次。不是可以打上去就知道了。啊，那个打开我不用打告示牌。哦，对呢，那家跳。哎呦，那家跳杆呢？跳杆呢？跳杆。我有拿到啊，可是我不确定。刚刚有没有其他人吸到？刚刚应该看到不止一组，没吸到了，我也没吸到，那就四个。会不会是我吸到啊？你应该也有吸到哦。可是我不知道我身上原本好像有18颗吧？你要问观众啊，怎么会问我？对，伟大的观众哟。那我先分给你们。好，你伟大的大神呐，观众们哟。那你就做好事啊，分给我们钱啊。对啊，你可以像我一样每次都多给啊，然后就算了。你要分给小雨跟杰克哦，师傅做慈善对啊，你也是做，你要做慈善啊，你要效仿他，要跟随你师傅，要跟着师傅啊，对啊，师傅，我们四个人吗？四个，完全不理解，对，没有啦，没有啦，我只是反应比较慢，等我一下，那叶皮壳啊，我什么都没有听到，皮壳。我丢了！不要全部！那个，还有谁啊？谁还没？小雨，杰克，杰克，哇跟杰克啊，杰克的。那那这16颗是你的。好，还有这7颗是杰克的。吸回去了。刚下，刚下。收购虫子，世界喇叭。世界喇叭，收购虫子，收购世界喇叭，1:1520:1栋交易。我以为你会故意给他涨价，说1:20赚，1:150赚，太贵了，多贵死！不对，那是收那你要不要啊？你要吗？可以卖你。我要，需要。150:150，对，再买我，不要，150我就不要。那就没有了。天哪！哎呀，我还以为是150呢。哎呀，我以为我卖一个150有人收吗？对不对？没有，说不定哪一天真的太稀有就有机会。对啊，对啊，所以说现在好好留在手上，说不定以后一颗150呢。哎呦，搞不好就出一个是那种可以让你直接让你选择你要的那个潜能哦，自选属性。然后还要用石头去，那我觉得之前这些石头都会掉价啦，应该是会掉啦，就是可能你打100个虫子石只有1%几率掉而已啊，就低远低吧，就跟那个强率也比较难打一样，对啊，那我觉得鱼应该可以打到蛮多个的，我总觉得鱼打东西的运气爆好，有吗？像是唱片之类的，没有唱片很好掉啊，唱片还是这样吧，唱片没有想象中这么难。啊，是这样子吧？虽然他说他的几率没有调很高，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对啊，我就没调很高啊，可是不知道怎么隐约的很常打到啊，很奇怪呢，就很怪啊。然后自己都动不到啊。这可能是有调到自己的几率吧，这我不知道。你是有那怎么费这样子？是怕被别人讲话说你自己掉的几率太高了，所以把自己nerf了。对啊，哎呦，对，所以其实你是nerf你自己。对，你们去佛心主办人呢？佛心呢？那我是不是要把他加回来了？哇，黑心主办人，哦，工程师哦，黑箱，好，黑箱哦。怎么调都会有人叫，有没有？对啊，哎，这样不行。蝙蝠，太难的人生。请问这个洞是谁挖的？那个啊，两格的那个吗？我
哈基，我猜一下啊，是你啊？怪物打人的时候会有绿烟吗？怪物打人是有绿烟，什么意思？他是说你知道你刚不是被叶妹咬？嗯，你那只叶妹也变绿烟了？不可能啊！不可能！如果是因为我刚刚已经看到连续两次叶妹撞了后有，然后有绿烟。不是，你要想，我们上次不是装你那个龙岩史莱姆，那就有没打的时候、啊，他也有啊。嗯，而且那个甘蔗塔的苦力派变绿烟啊，他怎么咬人？嗯，对啊。你知道有人是有讲，刚刚观众有一个人在猜，我觉得他猜的那个蛮天马行空的。他说是不是附近有人蹲下就会变绿烟？我们这个我没试过了。那不是蹲下，我觉得可能是疯狂跳跃次数加，我觉得跳跃跑步距离之类的。哦，因为你被怪撞或什么之类都会跳啊。因为我刚在那个下面那个窟窿塔那边、啊，我就在那边一直跑跑跑跑跑，然后就绿了两只。哦，这是移动距离吗？不太知道啊，跑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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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还没很确定到底是什么。我能跳跳跳。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一个仪式，把一群动物围在里面，然后我们一群人在旁边跑跑跳跳？动物为什么动物？动物不就用怪物就好了，动物不会，要怪物。怪物啦，怪物，怪物，怪物。跑跑跳跳，因为画面感觉有点有趣。它、而且一定不是攻击的、啊，你看那个骷髅马那些，它根本就不会攻击。对啊，还是变的。嗯，不一定。可能我两次都遇到巧合，好巧哦！哦 ，Oh my god！ 你这哦什么啦？看吧，你怎么变 Bobo 啊？我的天！哦哦哦 ！Oh my god！ 哦哦哦！天哪！他怎么这么猛？哎呦！这么厉害！天哪！太猛了吧！对啊！你看看这个指印，太精美了，太简洁了，太好看了，连符号上面都在暗示着哈基好帅。我的妈呀，我太崇拜你了，你真是我一生的神 ，I love you！ 哎、欸，我觉得波波要跟你学啊，我的天哪、啊，你好会吹捧啊，我的天、啊，吹起来，吹起来。哎呦耶！你知道波波就一直哦哈基哦哈基哦哦怎么哦就一直叫那个人的名字，然后就、欸、你知道他就是崇拜到高潮，啊、就是看到哈基，哈基啊我昏了，救命啊！好可怕、哦！妈呀，好可怕！哎、欸，拜托看我平常什么。我跟你讲，是你学的比较可怕。哎、欸，你们看我平常怎么吹捧我师傅的，我就怎么吹捧哈基了。有吗？我觉得不太好啦，我不知道怎么讲。你是说吹捧你的部分，还是吹捧师傅的部分？我觉得两个都好像有点违。我是觉得都蛮可怕，吹谁都有点违啦。我觉得吹谁都一样啦。哎呦，八字真心哎、欸，好可怕，好可怕，我有点怕，好恐怖哦。喂喂喂喂，为什么觉得现在轻松生存越来越危了、啊？嗯，车速很快、欸，真的哎、欸。当时的初衷不就是开车吗？然后有人搞到最后，如果可能，我们之后大家变回正，就也不是说变回正常，变回比较慢的时候，他们又会说：为什么你不开车？那就没油了嘛！我要车，没油啦，我加不起油啦。对啊，我加一次要300块，没钱。哦、好贵啊、哦！太贵了，太贵了。现在油费。蹦蹦蹦！其实，哎、欸，话说我的每日都没跳哎、欸。嗯，你有去做吗？去楼上点牌子看看。啊！你刚刚没进来，你刚刚没进来啊！那我们就都白打了。对啊，对对啊，活该再迟到，没有了，没有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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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请哈基，哈基，你再吹一下哈基，哈基就帮你用了。你要吹一下哈基，超级帅，宇宙帅，世界帅的哈基，请问一下，我刚刚那些可以算吗？我相信你这么帅，善良体贴大方，肯定是可以的。像你这种善良体贴大方的人，肯定不会跟我计较这种东西。你再重打嘛！你太宽广了。然后他就叫你直接等下自己那个完成自己拿钱，买啦！你看我吹捧的这么卖艺，是不是？叮咚！哦，吹到我头好痛！哇！快把丢，快把丢！哇！你是之前那个返校那个吗？吹你的头？哎、欸，那是很气耶，你知道吗？我知道啊。
走在你后面在狂笑，你知道吗？欸、其实我很好奇，有人真的会去玩鬼屋以后，然后朝鬼脸上打下去吗？会，有，真的有，真的有。进去又不能带雨伞那些东西，你说嘞？很危险，怕鬼受伤，拳打脚踢就已经很痛了。为了运动的保持他们的安全，怕鬼会怕人。那我觉得玩有学那种什么空手道啊、柔道啊、跆拳道什么，最好不要去玩，那个鬼的命很危。可是我觉得会练那种比较不，不知道，哎、欸，不好说，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啊，有些人很害怕、啊，对对啊，说不定他练这个就是因为他太害怕了。请问您敢相信我曾经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有跆拳道黑带吗？哪有、哎？熊熊熊猫，哇，不愧是。功夫熊猫。那你现在还会吗？现在不会了。我现在真的不会了，现在那些东西都忘光光了。一掌拍死人的熊猫。一掌拍眼杀，小心点哦！以后就是这样，小心点哦！我师傅也是黑带哦，管好，虽然是小学四年级，但是你不要惹我哦。超久。哎呦，哎呦，那个泱泱的回合。嗯，哎、欸，对，丫丫其实给你够多时间嘞、欸嗯，半个小时了。对啊，我们讲一个小时了，就刚刚都在乱拉嘞。没有话题，我的话题，嗯，我的话题真的，嗯，哎呦，哎呦，哎呦，啊，就只是讲说你最近去哪里玩而已啊，哎、有什么好吃的啊，喜欢吃什么啊？之类的，不要相亲了吧？有相亲。这种天气不是要吃草莓冰吗？不管多冷都要吃啊！草莓冰是冬天。哎、欸，我上次去那哪里啊？那个什么？哪里？我心里有一你可以回我一下吗？哈哈哈哈哈！很尴尬。我犹豫一下，我该回吗？我要回这句话吗？好的，好的，好的，没有问题。好的。突然被撩了一下，开撩。好，你继续。人家草莓冰超好吃，然后重点是我那天还那个来了，还差点不感冒。这样不行吧？可是就我之前就约士林夜市，然后就为了吃那家冰，然后去士林夜市，然后都已经约好了，哦，才感冒，超水水。那你可以跟老板说，老板可以帮我加热吗？老板，我还有一份草莓冰，还帮我加热，我感冒不能吃冰的。我想要吃草莓烧仙草，这样。哎、欸，超甜哎、欸！老板，我可以给我一份草莓冰，要不要冰？所以你是那个来，然后加上又感冒，然后他还吃草莓冰，我觉得天哪，好可怕啊！牛逼！草莓那没有问题啊，为了草莓，那你可以吃别的草莓啊。对啊，就吃草莓就好了。草莓冰看起来就好吃，你知道吗？哇，那个真的是。就跟你说，你就跟老板说，你不要冰，你只要草莓。对啊，不然你就可以跟老板说，我只要草莓，你可以，我不要冰，你可以给我一整碗草莓吗？老板给你收很贵哦，草莓比较贵哦。对，我也觉得草莓比较贵，而且我一定被赶出去，哪来的 OK 啊？我要说，说不定他原本一颗买五块，他卖一颗十块，削爆哎、欸！削爆，真的削爆啊！对啊，现场暴力。你们隔天看我上电视吧，那个某某店家出现奥客，然后跟那个老板、那個……不会吧？这个哎、欸，怎么会奥客啊？是我就把你当柴供起来了！哇塞，削爆！哇，怎么办？阿基，哎，蜂巢，怎么了？又长出来了吗？又长出来了。为什么要一直繁殖出去啊？没有啊，他就是附近种花那个种树，干嘛？好，我以为我要死了，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你又要学鸡叫了吗？啊，公，所以以后要摔死就公公鸡。不是，你有没有看我今天剪的那个？我还没。你还观察可以去看。好。你的叫声完全跟鸡一模一样。啊，哎、欸，等下鸡怎么叫？你叫一下，你摔死就知道了。你应该这样不像。哎，豆吧，我说到鸡叫声，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刚有跟巧克力录影的时候啊，我直接在他的影片，我每次叫声，他就会在画面上放一只鸡。
超酷。嗯，好吧，好像也蛮像的啦，那就算了啦。有点冷吧？你从老鹰变成鸡了、欸，哎，对啊，又从鸡变老鹰了，很久之前的事。哎、欸，那你要控制自己照得像老鹰啊？对啊，然后变，然后变成老鹰叫那种吗？老鹰叫，对不起，老鹰的叫声，老鹰怎么叫？好啦，至少你不是素兰啊。哎，别，他的叫声也是啊之类的吧？我记得，对啊，还蛮可爱的。我还真不知道素人。你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不要讲了，我觉得很违了。你们就是全部都会被黄标，只是差在人工审核会不会过的状态而已。对对对。哎、欸，往好处想了，你还有人工审核的机会哎、欸。但是那个审查小组，我什么都没做哦、啊。我什么都没有。对啊，你们请那个我就一直在这里跑来跑去而已、哦。你可以请那个剪影片在旁边备注一下，我什么也没干。我只是在铺石砖而已，好不好？对呀、啊，啥都没做嘞。啥都没做嘞。到底跟我什么事？有啦，哎、欸。刚刚泱泱跟杰克都成功开话题了，哇妈，为他们感到开心。是的，那要点谁？我可以毕业了吗？我换谁了？换谁了？没有，没有，没有，还没。你只是从初段班变成哦，你第一堂课过了，你白带过了变黄带了。好难过。那第一堂吗？对，我已经上了四周的课了。那你怎么不反省一下？你为什么上了四周课还没有？哦，话题大师开骂。你怎么是教授骂人呢？我要退学了。你们算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学生。我跟你们说了，现在退学时间已经过了啦。你们乖乖读完呐、啊，读完了。对啊，认真读了，那期中把它退掉。我这都是为你们好，老师家也很辛苦啊。老师，我学分送你行不？我不要学分了。然后是必修有没有？一个学分很贵，一个学分3000多块、欸、是吗？这么贵哦？没那么贵吧？啊，真的吗？我那时候一个学分3000多块，所以我从来没被当过。你是盘子哦？太贵了。可是他们学校比较贵吧？哦。我觉得他们比较贵，应该是3000多块，哇，贵爆！因为这个一定是不会送他的，一定是会想办法不要被当，太可怕了。对啊，我拼死拼活也要过啊，3000多哎、欸，而且重点是我还要暑假才能来修，浪费我。而且你看，有一些必修不都三学分啊？那三学分3000块，哇，1万多都很常见，快1万呢、欸，耶，要修。所以我很卖力。你看着我朋友被当了3科以后，我就说我死都不会被当的。哎、欸，他3科呢？他这样几学分啊？他有补吗？没有学分啊。哇！他是这样，他就是你可以就是花钱补学分，不然就是去其他课，可能你2年级的，你去跟1年级的一起上课。哦，对对对，哦，很正常。全部一年级的就一起看着你。但是你延毕的话，就一定就是黑。对吧、啊？我就基本上我都在跟比我小的。就是跟你决定、啊，就是看你选择。你想正常毕业的话，那你就是要花那么多钱的。那他选择什么？他选择死亡，转学，转学，我选择死亡，我选择死亡。他选择转学。OK， 直接转学比较快。哎、欸，哈俊，你要蜂窝？哎、欸，哎呀，哎、欸，那我箱子好像蛮多的，你要不要去看？蜂窝？哦，对耶，在右边。右边好像第二个吧。我想到那时候你就是跟我借稿子，好，我说有吗？有秘方？对啊，有。我挖了一堆小雨。我挖了一堆小雨。对、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俩说只能看看哦。你看到了吗？给你看看，我有这么多。他说：“哎、欸，真的有好多蜂窝。”对啊，只是给你看看而已，啊、你可以走了。羡慕吧？好坏啊！感觉会被 kick 进伺服器。想要吗？看不到对啊，是不是超多小雨？对啊，什么超多小雨？我说超多小雨。小雨分身1号到10号。是我干走了、啊。好，你拿走啊。哎、欸，他们有人说他们一颗3600，哎，更贵、欸，太贵了。是以颗还是以学分？他们是一颗一分三一分一学分3600。
一学分，一学分376，哇，强吧？科系可以这么贵啊？那我想你也不会被当的，太贵了。一定不会啊。对，除非你想延毕再爽一年。哎、欸，可是他讲得出价钱呢、欸。哎、欸，你是不是？啊！欸、然后别人讲的啊、哦，对啊，还是那个老师是一定会当多少比例了？哦，也是有这种。今天手有点紧。对啊，没有啊，就是真的会有教授是这样，就一来就说我会当那个后面三分之一哦。哎呦，不管哦，有不管你们几个我就当哦。对啊，就当。我们接朋友学老师一来就直接说了，我觉得我起码会当掉三分之二的人，我可以说三分之二。哦，有我们也有教授是这样子，他真的那个教授真的他我们不是三分之二，我们是一半，就真的当掉一半的人，然后被校长约谈。哇，真的啊，当太多了。对，后来好像就是最强制拉到就是三分之二过，三分之一当掉这样子。嗯，哇，哎、欸，我们那时候班上解剖学，我们假设46个人好了，那时候被当了40个人，就6个过。嗯，然后我们老师我们那个主任居然不意外。有些教授比较机车，有的很严的那种。我妹以前有一个教授，我也觉得很扯，就是那种电视上会看到的当人方式，他居然真的碰到，一叠考卷放在对吹风机前面吹下去的，就直接当掉，太扯了吧！真的遇到哎、欸，超夸张。然后我妹就是那个考卷被吹下去的，这不能去检举他吗？我觉得超夸张哎，我觉得超扯，太扯了吧？这种太扯了吧？对啊。超扯，就扯那种。然后，但是后来那个教授还没有活着，我是哎不，还有教授。为什么？不能忍。他没毕业了。有没有还在学校，我就不知道，因为后来我妹就转学了。那个脖子不知道。哦，这么危险，教书教到生命危险了。真不愧是小学黑带的熊猫蠢蠢啊！真的，我不丢了，哎呦呀！敢欺负我妹妹，我不能忍啦！我不能忍呐！好可笑！你说吧，你会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你半夜偷偷去把那老师做掉了？想吃欺负我妹妹的人，六十度，小心点哦！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打我？你不必知道，你知道你欺负了不该欺负的人，你呀！哇，我觉得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可能现在就不会坐在这，你知道吗？哇，也许你处理的好啊。不是啊，没有啊，就是我是说，就是好处理的好的话，我也不会在这啦，因为搞不好开始一大堆人说，哎、欸，那个这边有一个人，你可不可以那个？哦，人家经营不一样的，对吧、啊？我就经营不一样的东西了，搞到赚更多哎天啊！哎、欸，说不定你做这个只是为了掩饰你的职业啊！哦，没有，难怪晚上团都马上关门哦，都没声音，完全没声音。哦，他在接任务啦，接任务。就从窗外走出去了，又其实是在梦中接任务。哇塞，楼很高哎、欸，从这九楼还跑出去了，爬出去了。这边两位帅气的二段 kill， 就直接从那个 kill 下去以后，然后滚三圈。蜘蛛人哦，哦，难怪当时窗户看到有人拿手电筒照，然后有个符号出来。哦，一个熊猫图案。熊猫图案，还是那种强光手电筒。那你叫什么、啊？熊猫侠？跟你说，我其实。那一天脸书说的重大决定就是这个，没有啦。我的天哪！哎呦，换组织的部分吗？你是被高薪挖走了，挖到其他的组织？啊，我知道你本来是人家签的，然后你现在自己就是创业了，自己做了，是不是？你创业了？工作室啊，工作室啊。那你是不是现在你都不出门了？就晚上可以打喽，是不是都因为你已经叫人去帮你执行任务了？你现在手下有小弟了，对不对？有啊，副班打，你看，副班打其实是他的兴趣，有没有？人家副班打送食物，你是送那个什么、啊、什么证物啊，杀人后的人头啊，有的没的，纪念品这样之类的吧？对呀、啊。杀人之后地板上留下一个面具这样子，
怕。哦，留留下一个竹子。难怪你那么喜欢 Kida Kida。Kida Kida 小闪亮，得到超赞。完了，证据越挖掘越多，完了，越来越多线索了。真的，你知道太多了是不是？完了，哎、欸，你们两个最近哦。对，我觉得影院跟哈基晚上要小心，门要锁好吼，窗户也要锁好。门锁好应该也没有用，那个酒楼都可以出去了。哎，还有你们那个有没有什么地下道啊、通风管啊，都要锁好吼。地下道是有点远的、啊。没关系啦，你们这些人我几乎基本上三十一号都看到了。哇，完了完了，我突然觉得三十一号我肚子很痛。你看吧，我赶快把票退一退啦。包包求退票啊！我觉得太危险了，我还是适合在 安全的地方。没有，你只要有一个没窗户的房间就好了。太危险了，原来师傅是这么可怕的存在，好可怕哦！对啊，不愧是师傅呢，样样全能呢，所以他才用那些钻石做佛心的事，有没有？嗯，消消业障啊、哦！原来是为了减轻那个罪恶，去掩盖他的罪恶，对。好像问佛心拿钻石做慈善，其实只是掩饰吧。啊！太会了，太会了。对，其实他赚的钻石是不是他捐出去的十几倍的？太强了吧！把你们标题都想好了，杀手团团今天公告。哎呦，你很会哦！今晚我想来点。今晚我想来点，杀手团团。我是谁？杀手团团。皮卡丘，上次阿旺剪的就很好笑啊！我是谁？阿呆，快笑死！好了，我觉得又是回合结束了。你可以点，我觉得洋洋声音好像又消失了一阵子。嗯，对哦，没有，所以你可以点一个人啊。那你想要点谁？一个人哦。对。嗯、哇，这点人压力好大哦。好，我现在挖个给你跳。你现在最讨厌谁？给他。你这挖坑，你这个坑太大了。那你现在最喜欢谁？给他。最喜欢谁啊？草莓冰之类的吧。草莓冰，那不是草莓冰了吗？天哪，有谁要改名了是不是？好了，刚刚在想的时候，我来讲。哎，刚刚的，反正你刚刚讲那个是那个谁剪的啦？是波波哦，波波啦，讲错了，对不起，抱歉，波波。波波很失望哦，你可能要吹捧一下，他很难。哦，波波，波波，哦哦，天哪！你的奶怎么那么……那个是。哇，这是大美女耶！那个我是谁？我到哎、欸，天哪！对啊，太会了吧！哇，你怎么那么厉害？我想到更屌了。你看那个呕吐的姿势，哦，太棒了！天哪，天，我跨过一大鸡呢！大美女什么姿势都很帅，就算吐出来也是香的。都是彩虹，都是彩虹，彩虹。彩虹，那个漂亮的喷泉哦！Oh my god！ 都比外面的那个巧克力喷泉机还要猛了，你看看！哦天哪！气死吧！甩起来，甩他的脸！听起来有点可怕，又有点合理，怎么会这样？嗯，就那个脸像伯伯吗？还是什么？欸、不过那个金口脸真的 很经典。他不说是2020最经典名画吗？对啊。那观众知不知道、欸？有，就是韩国吃播、啊、一个 ASMR 的。嗯，对，有一个吃播，他在吃那个吃炸鸡，是不是？然后大家可以气死，他就把那个比较那种固化的气死放到巧克力机里面，然后一搅进去，机器开始转，整个哦，机器跟那个螺旋桨一样。对对对对对。那个很好笑哎、欸，超扯！人家表情超经典的，他超恐慌的，哎呀，呜呜呜呜，
对不起啊，我觉得很过分，可是真的很好笑。他一点就是说，我只是想吃个炸鸡。没有，我觉得最可怜是事发之后，他把就是一丝一丝的，然后捡起来再缠在炸鸡上。他缠口香糖的，真的快哭了。口香糖，这是口香糖。你知道后面有出一个正常版的戏子吗？有，他好像知道了，有啊，都有。他要血池。对，他有后来有成功吃到。然后他还说恭喜恭喜恭喜，他相当的感动，超感动的脸，那个脸超感动的。嗯，我终于成功了，好可爱哦、喔！开心的跟什么一样，有没有？啊，开心的像个小孩子，小孩子。哎呦，嗯，我们开一台好不好？嗯哎、欸，其实、欸、买一台吗？其实我也觉得感觉那个可以玩一些东西，还蛮不错的。你想要用什么、啊？你就朋友来的时候就可以来用这个啊，感觉可以玩一下啊。有啊，骑士。其实也有别的啊，马吉吗？导致他机器销量变好哎、欸，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哎呀，各种东西都试看看，番茄酱啊。呀，奇怪，你那个量要很多哎、欸，对啊，整罐都要给他的。他要么就是那个番茄酱要稀释到很稀啦，对，不然会要的用量太大、嗯。啊，那不要番茄酱，番茄汤、番茄汁、番茄汤、番茄汁应该可以。对啊，感觉可以哦。还是泱泱想要加个什么草莓酱上去，然后用冰用冰去淋。对，草莓。哎呦，好爽，好爽！草莓番茄汁。那什么东西？这什么、啊？不知道、欸、你想吃都对，月底月底有提供，真的有人喝过。那月底我提供给你喝。我突然觉得月底我好像会有点肚子痛的，那个波波可以先帮我退票吗？我刚才看了一只夜妹追着有个拿撬车的人追过去、欸，他追到我现在飞到泱泱家楼上，就要回去追你们呢、欸。他很气哦，他很专情哎、欸。我刚刚要射他，就越飞越飞。我卡，我卡，我好卡，我好卡，我到这里面去耶。对，我会追。It's love， 这就是真爱。真爱是 love。嫁了吧！我一回头就看到他飞往大平原走。嫁什么？他好像在护送我走一样哦。环形到安全的地方了，我可以走了，我可以走了。好，我可以走了。你安全回家了，我走喽。你要关他哦。他可能以为那个射他的意思是要射繁星，其实殊不知是射他。不可以，怎么可以打繁星？你们保护你了，你快走！哎、欸，兔兔这么可爱，你怎么可以打兔兔？我要保护他。哦，对啊，他刚好绿烟呢、哦。你快死了，你小心一点。没死。真的假的？没死。小心后面有人给你补一箭、啊。对啊。很危险呢、哦！拜托美智哦，你可是一颗钻石赚15颗，停，钻石4颗哎、欸，没有，你想一下，这边可是还是有深坑还没补的呢。但是啊掉下去了，高飞的声音啊呼呼呼呼！哎、欸，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看吗？我不知道，你说米奇妙妙屋吗？就是一些那旧的卡通动画、啊，我觉得没有哎、欸，比较老了吧？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一波了吧？对啊，他们现在看的，我之前有时候无聊会转回去看一下，哇，看不下去哎、欸，嗯，看不下去，啊、真的，没有没有没有，你知道看不下去是那种，我就算是以变成小时候，我也不会想看的那种的感觉，真的，你是指什么、啊？就是有一些卡儿童卡通啊，你说某宝宝，某宝宝，海参宝宝，某宝宝。对啊，就是肚子会有其他小孩子，肚子电视的宝宝、哦，对啊，哦，电视宝宝啊，肚子电视宝宝，你不知道吗？哦，耳猫的子宝宝蛮好玩，没有听过你们讲过这个叙述，知道吗？耳猫的子宝宝，你们在说什么？我们要保护当事人啊，不能直接讲出他名字。对啊，谁 get 不到，你知道吗？他是不是一台吸尘器？哦，对对对对对，你想要吃他？那个吸尘器还会偷吃果酱，对啊，踩在线上。我觉得宝宝果酱跟饼干都很想要吃吃看，对，现在很好吃的。对啊，我是想要吃那种卡通，不是那种肉，是那种看起来像很弹、很好吃的。仙女千寻的吗？仙女少女。
里面他说那他说那个爸爸妈妈吃的那个爸爸妈妈吃，我在看那个想吃哦。可是那吃起来不知道，那吃起来感觉上都是油脂。对，我也觉得很爽。那不是霸王吗？不是不是，他后来说那个不是霸王，他我觉得不像霸王，是什么鱼的胃袋，然后做成料理。对，有有有，他好像也出来解释。对对对，后来有在讲。哦，他有错解释，大家都很好奇。对啊，因为很多人就在说那个是骂完呢、啊，然后就是有那个当初的制作的团队出来说不是，那个不是骂完。哎、嗯欸，我刚刚突然与世隔绝。我喜欢听他吃说什么，连骨头都可以吃进去的那个鸡肉。哦，那个很好吃。入口即化的肉。对。哎、欸，哈记，你有没有命名啊？我在帮你顾他、欸。啊、哦、啊、哦，我忘记他了。他在哭了。他在哭。被你挖了，你怎么这么过分，惨无人道！暴力打击啊！在身上，给你啊，给你啊，给你、啊！哎、欸，我要怎么知道蜂窝里面有没有人啊？你拿东西把它敲掉就知道了。我敲掉了呀！不要了，像里面的蜜蜂就死掉了。啊，是哦，敲掉了。没有，因为它你一敲它就生气，就叮人，它就死了、啊。啊因为跑不掉啊！哎、欸，可是我是用丝绸之处拿下来啊，我要怎么知道它里面有没有那个虫？有没有虫、啊？你放出来就听到里面有没有嗡嗡声之类的啊？嗯，我听一下啊、喔。没有虫。嗯。哦，我看到三只小雨在外面，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受伤了，好惨。哇，好惨！它是泡到水啊。我还是把它放出来好了，我们不要把它带回家。哼。我帮它搬家。你要现在用哦、喔。哦，对耶，对啊，什么东西啊？你在用？没没，你可以走水路，我等一下教你，教你，你放个工作站给他用就好了。哦，他会找工作。哦哦哦！哇哦！哦，干嘛？所以刚刚你想到了吗？啊，说人吗？人、啊、话题。嗯你还要点下个哦？ Oh, 你讨厌谁？不行，最棒了！有没有？你现在想点谁？对你先，你今你先下一个想点谁？你想把这个探索三点交给谁？你今天想翻谁牌子？我不讲话可以吗？我可以不讲。那你要继续下一个话题吗？那你要自己想。那你要自己想。那你就自己继续。然后想完之后再点下一个，有没有？不想讲的话，你再继续点。对，你想好要点谁的吗？无限轮回，对呀、啊。你要嘛就想三十分钟的话题，要么就点，要么就翻一个人的牌子。电吧，电吧，我想想啊，音乐好了。嗯。嗯，完了！哦，嗯，完了！完了！心结，做一个听到嗯的还被你刚刚那个嗯是怕你讲话的时候会哽咽，只好用嗯来代替。怎么是我？你知道吗？我听人家说啊，如果你一句话拉尾音的话，会有不同的效果。如果他现在是嗯。会不会比较好呢？嗯嗯嗯嗯，很坚定的嗯嗯嗯，这实在是太坚定了。嗯嗯，那不是什么东西啊？你这个太意味深长了吧？这是思考要有起承转合吧？嗯，起承转合，你也是在玩那个吧？那个比手画脚，对啊，没有吧？静言长老。禁言长老，禁言长老杰克，哦，他真的很屌哎、欸，禁言自己在那边解，干嘛你跟我解？禁言自己啊，爽啊，不爽，我是我哦，不在禁言长老跟禁言自己就在我可以滑水啊，前面滑水看一下状况吧，哦，先滑一局吗？滑就滑，你讲的好有道理，我竟无法反驳，对啊，滑一下。那前面滑一滑，看一下状况。是啦，啊，现在我是，我现在是被据点了，太棒了。是啦，哇，哎呀，嗯，太棒了，太棒了，所以，这下是我的回合了，对不对？对，你的回合，你的回合，你讲完一个就可以再去甩给别人了。对，哦，好棒啊、哦！
那刚刚讲到动画嘛，我在想你们有没有以前的动画想要让它重置的，就是以前的画的已经很好看，但是想要以现在的画面去看。哦，1080p 高画质。最近不是有那个魔法阿嬷吗？最近对，魔法阿嬷，魔法阿嬷要重置吗？对啊对啊，他最近在那个在统筹这个计划，就是你如果愿意支持他重置的话，你可以就是去捐一点钱这样，然后他就可以修复成现在的画质。哦，酷欸。我想到有些动画，就是以前动画嘛，不是要变成就是现在画质，然后他就只是把画面拉宽拉大，然后再现。好烂，好烂。这样角色会变得很奇怪吧？这很奇怪啊！我觉得好像海贼王的某几集，就是原本是4:3的画面、嗯，然后最后就是要把它变成16:9，然后就是拉大，然后火箭就把它裁掉了。好烂！说他机智呢，还是省钱大王？他是不是省钱大王吧？上下切掉一些，然后变成16:9的呀？对。上下被切，然后有时候 上面有一些重要画面就被切了。这是假的，16:9，头被砍一半。有人要打那个吗？要说，我想要看，好来了。我还没开打。啥？我想要看家庭教师吧。基因库隆。哦，家教师。就是有，就是家教这一次的就有那个啦。他的画风崩爆嘞！没有没有，他这次在那个巴哈上面就有修了啊。已经有修过了，有啊，就是最夸张的那几张脸已经被修掉了。对啊，浴室啊，那个原本大家打算去朝圣的，就发现没得朝圣了。对，都修光了，太难过、哦。对啊，已经被修复了。啊，那我就再也看不到那个谁啊，那个你说姑姑吗？那个帅气的脸庞。对，你等我一下、哦，哈基。好。都没有哎、欸，其实老师我没有，因为我以前没在看。哦，对你以前没在看。对我都是看近期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你在干嘛？我们要打怪，我是要他一拳。好了，他自己跑。不是跟着你的那个妹妹看。对啊，可是那些其实都不需要重置，我觉得就可以了。画质已经很够了，我觉得就已经够了。我觉得是你现在的感觉自己美化，因为我现在去看以前的动画的话。我认为的那个画面跟我看到的画面是不一样的。对对对，你脑袋里面的画面跟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哦、你是像哪一部啊？像哪一部？就是因为记忆会比较美好。嗯，对。你现在再去看你以前看的，你会觉得，哎、欸，以前看的是这样子的画面吗？他来避雨哦。啊，他有啦，但是那一部有一部，我后来就是长大一点我再去看一次，我发现正常都就是真的都差不多。哦、那个《库洛魔法使》，我觉得真的都还不错。还行，不过我算作画精良的。对，就是我去看以前的，嗯，可以呢。库洛魔法使本来就是算很好的啦。对，但是我觉得他那个透明卡牌片，我实在是觉得普。透明卡牌片我没看呢、欸，我到现在还没看透明卡牌片。你是可以去看，但是不要抱着以前的那种感觉，因为以前很梦嘛，现在没办法。有没有人要救一下？救什么？等一下，我这边也在忙。他写到底还有多少看不到？就是看不到啊！我看不到啊，本来就看不到，就是看不到啊。你觉得盾就好，不然会有那个尾刀啊。你觉得盾就好，真的、啊、有了，没错。那我走了，我来了，我走了，没事了，我走了。我想一下，我们两个分嘛。480p 的就觉得。OK 了，现在720的720呢，都是画质怎么这么糊啊？720真的不行哎、欸，现在要1080了。对啊，有人在接吗？加，我来了！哈哈，哦，有人说咪噜，哦，咪噜好像可以。哎、欸，可是我觉得他的画风本来就已经不错了呀。那个就让他高清一点吧。哇，对啊，你看那变身特效，你不让他好看一点吗？对啊，我想看。那个屁拳。对啊，那个我想要看他们弹那个三弦，大家比较那个、啊。那个团体叫什么？忘记了。哎、欸，魔法大坏蛋那个。大坏蛋点播。他就唱，然后弹那个，很酷。对啊，弹那个其实蛮好听的。棒。其实它里面不是有那个叫什么鹌鹑，是不是？那个原本的女配角。对啊，就是。对啊，恶魔团的。啊。
这里面原本有一个跟小峰竞争的女生，好像叫什么安日高安纯啊。嗯，对啊，那时候好像蛮多人讨厌她，到后面以后每个人都很喜欢她。她也没有什么让人要讨厌的地方。她还好吧？还好吧？对啊。不知道，那我记得那时候我蛮多同学很讨厌她，直到后面另一个画画那女生出来。啊，你说那个叫什么？橘色头发那个？对啊，橘色头发那个。好像叫姚吧，叫姚吧。姚，不好意思，姚。我连讲，我转不过来，不好意思。是遥远的遥，遥远的遥。哦哦。我记得他出来以后，大家都变成喜欢安纯，因为姚这个角色很，他不是被归类在，你懂，我们都懂就好。我看一下，哦，生下姚了。哦，真假呀！今天那个角色出来以后，大家都说安纯很真性情，就很喜欢他。欸欸，可是他的精灵是那个猫熊打，是一只猫熊。团团，你小幽灵吗？小幽灵可爱。你是兼职了，又兼职了。哎、欸，可是他们有人说他觉得瑶太茶嘞、欸。他就是啊，是啊，是啊，他就是这种角色啊。对啊，他就是茶、啊。他就是茶，他就是茶。哪一种茶？现在不是分很多种吗？哎、欸，你知道他是被那时候我看那个很多人抽，我反倒又觉得我气。他什么事、啊？他的蜜蜂生气了。哦不，他在追哈基、哦，对不起，我去拿三神了、啊。看他谁的？不是，因为刚刚我在打字。然后切画面按到右键，然后他就刚关门出来又开了一次门，然后蜜蜂就跑出来了。嗯，小蜜蜂你在哪？小蜜蜂，回家。好，什么动画可以重置啊？有什么动画、哦？动画、啊那个、那叫什么、啊？全叶茶香草那个。哦，是香草魔女的考验，对对对对对。那个我看到后面有看不太下去。哪一部？你说魔女考验？你说香草变成那样子吗？变坏的时候。我觉得后面真的算了。哎、欸，我觉得他的故事很牵强哎，我觉得他就是为了要让巧克力当上女王，然后把香草直接写坏。巧克力当女王啊、哦？对，他就是为了巧克力当女王。原来他不是啊、哦。他确实当女王，他成功了。没有，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对不对？不一样，这个不一样，那应该不是那个啦，不是那口的那个啦。哦，我讲了，我讲了，他是魔女。哦，对啊，你是假修。哎呀，假修也蛮那个的耶。哎呦，假修不错啊。对。假修也很赞。怎么啦？这款吗？嘿嘿嘿，我以为是那个哎、啊，这是啥呀？是那个不是、那個？没有，没事没事。最近还出新的啦！啊，出新的啦！是文字冒险游戏，文字冒险。文字冒险。第一人称设计，可能会吗？好哦，哦，好哦，一下啦，会 doki doki 一下啦。对，都是 doki doki。突然想到吊带袜天使。吊带袜已经那个了吧？它已经很新的了嘞。对啊，它不是蛮新的吗？六比九的画面了吧？它什么看？好看什么时候出二？哦，啊，我的游戏人生什么时候出二？哎，对啊，游戏人生呢？等你出钱啊！等你给钱，对，也太多是红眼睛的了吧？哎、欸，我游戏人生我是先看电影，然后再回去看那个。我先看电影啊。然后我就是无法对这里面的某个角色感到好感，哦、我真的很气。你说天使吗？我真的很气，我不行，我好气哦。你说 Angela 吗？嘿嘿，丢丢丢，你被影响。哦，我真的很气耶。我在想我有什么动画。不行，火影忍者我真的是中间那一段不行，我们看到太气也不想看了、欸、不要看中间嘛，反正中间本来就是番外啊。呀，我已经对他死心了。佐助真的很惨哎、欸，他惨不是灭门，是因为他一直被拿出来编。阿基我不知道，但是我没插了，我已经死心了。我还有插，我还有插，哦，你还有插，好，我去翻一下我的歌单哈。我的歌单有
怀旧金曲，怀旧金曲。那玩偶游戏嘞？玩偶游戏也是看到。那你这样讲，我觉得梦幻游戏比较好。梦幻游戏啊？梦幻游戏是啥？你说一个女生穿越，然后一堆后宫的故事吗？梦幻游戏，那部我没看。哦，那部有我看。我对他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说女人也能当官，然后就一堆人，哇塞，这女人居然想当官，喜欢。我对他印象就是这样。有人说英雄学院，英雄学院不是最近的吗？那我很近，那我想要。什么啦？那我想要看《咒术回战》。我一秒，太轻了吧，太轻了吧。好热哦，而我一定要熬过前面呢、欸，要看得下去。我也是在熬过去才看得下去，不然前面真的是我熬不了，所以我气了。好看，我也还没，我还在运动会，对不起。那你还没熬过、哦？我停留在运动会。我跟你讲，如果就看了两集，我就看不下去了。哦，那个真的是你。我有很努力到运动会了，可是后面我就还没看。运动会开始好转，哎呦，稍微好一点。我看了两集，我心想，哇、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都没掉。就是开始有技能的那些了吗？应该说，我怕剧透哎、欸。哦，那我们私聊。比较多实战吧，我们当时有战斗类的东西了。嗯，是四怪。前面很多设定。原来你是这样子啊？你怎么那么贱呐、啊？啊什么的？他记啦，他冲锋兵有个逃生路线啊？什么逃生路线？我在弄蜜蜂啦，蜂窝啦啊！就是说我的设定是说，他只要蜂窝有变动，他就会自动采集蜂蜜啊。可是他现在是已经是完全就是都有蜂蜜的，所以我要先让他没蜂蜜。所以我就是现在就是、嗯、空瓶因为点一波冲出来哦，你没有生气的蜜蜂是不是？对，超好笑的。而且他刚刚想说我不小心把压力板踩掉，他要把门打开，想说怎么了，然后从里面装装装一直冲出来这样子，我笑死了。你看啊、哦、先开门哦，你看、哦、有没有、预备，我想去看，我要去看，我要去 TP 翻新。等一下，你做画面呢？啊，我想看大嘴鸟。我想要看西巴西巴会变得多恐怖。我跟你讲，要怎样变得最恐怖啊？他拍真人版就会了啦。你说某个小火车啦？写实的。对啊，你想想看，大嘴鸟跟西巴西巴的写实话要修贵哦，好恐怖哦！拍真人版基本上有80%是毁了。对，嗯，那你们敢看胆小口英雄？好、哦、不要！我看，我要看，我想看，我不敢偷袭版了，对不起。胆小口英雄真的是我小时候的噩梦哎、欸，他真的有点恐怖啊，认真。对啊，挺恐怖的。对啊。真心可怕！我小时候看了不敢睡觉。不留，哇，审美也不错，我觉得。不留，哦，审美吗？嗯，可是审美我没看过，审美也很恐怖。我知道它的设定。它已经好很多了，哎，漫画好恐怖哦。我小时候看也会怕。很恐怖啊！他那个手很恐怖哎、欸，我看到都会切，赶快把它切走哎、欸。然后我觉得是因为他故事有很多什么妖怪啊，什么你干嘛的话就会被附身三小的，我觉得很害怕。没有，我觉得我小时候觉得他长得太像反派了，就是他太不像正派的人了，你知道吗？太恐怖了。很多人都对西巴西巴是噩梦哎、欸，是啊，西巴西巴是童年噩梦啊，很可爱哎、欸。然后他们有人就说会不会马桶里冒出西巴西巴？我心里想说他如果从马桶里冒出来，你赶快坐在马桶上对他大便不就好了？也有想过他的感受吧？他也是有想过西巴西巴的感受吗？马桶盖压起来冲水，不是、啊、因为那个吧？因为西巴西巴是死掉的小孩变的，对啊，是哦，对啊，对他故事这样，他就是有一个井里面啊，然后他们就有那个死掉的小孩在井里面，然后等下其实大嘴鸟也不是变。不适合给那种很小孩看、欸，小孩死掉然后变那个没有，他是隐晦的讲出来了，就是他没有直接在里面講。他那时候有说一个
大人要投票把那个不乖的小孩投去找西巴西巴。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肯定恐怖片哎、欸。西巴西巴。西巴西巴。珍珠美人鱼重置啊。可是我觉得他，我没看过，他不太需要哎、欸，其实他一直这样就够了，对啊，这样就够了。哎、欸，他到现在还是很红哎、欸，顶多他唱歌的时候的特效可以再更有经费一点，这样。魔幻舞台。然后呢，然后那个不是死掉啊，那个就是他们觉得很难听，死掉了，死掉了。就是他们不是在唱歌的时候，那个反派都会觉得很难听吗？嗯，就他们很难听的那个画面可以再多张一点。就是他可以不要那么 PPT，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很 OK 了。他真的是原版真的是蛮 PPT 的，你们不会叫做珍珠美人鱼吧？是啊是啊是啊。哎、欸，我看有人说，就是反派唱歌的时候，正派会觉得很刺耳，是因为看啊，比我们好听太多了。然后，很好笑。真的不是，我觉得反派的歌很多。哎、欸，反派的歌是很多很好听。认真认真。反派的歌几乎都比姐妹花的姐妹花的好。对，姐妹花超猛。姐妹花超棒。对。难怪美少女，难怪珍珠美人鱼会觉得痛苦。我的歌是最高。怎么会、啊？为什么他唱歌的比我好听？重点是他们还是两个人。啊、可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讲，美人鱼的就是合唱的歌我都还好，可是他们的个人歌我就觉得比较还行，很多很好听。啊，其实我觉得美人鱼正派的歌就除了、那个橘色头发的我都不，其他我都不太喜欢。说沙罗，沙罗还是星罗？对，两个粉色，两个橘色头发都还不错。哦。然后再来就是我都觉得反派比较好听，反派什么蝙蝠啊，什么蝴蝶，还蝴蝶吗？还有蝴蝶？你知道蝴蝶的那首歌，他歌超长，词超少的吗？他歌很长，他间奏还有一分多钟哎、欸，混分歌曲、欸，对，混分，他四分钟的歌主要唱只唱了一分钟，你们等一下观台可以去听。我马上来听一下。你不要把你球攻击哦。他啊，对呢，对不起，对他没有，对不起，酱油大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欢迎听，欢迎听，欢迎听。蝴蝶小姐，他那个剩下的是怎样都在那边跳舞吗？然后对，如果你是看 MV 版的，他会一直有小蝴蝶在啊呜，真的。哎、欸，可是我觉得就算这么少，他还是比正派好听。虽然很滑、嗯，对，很滑，但是超滑。哎、欸，难怪正派很痛苦啊！他怎么滑水还是比我好听？啊，你是不是看到他了？啊，看到谁？哎、欸，为什么？他生气啊，跑去找你啊！我没有看他、啊，可恶！我要走了。自以为我看他，臭美。自以为我看他，小臭美。哎、欸，那个小狐狸好可爱哦。对啊，你注意听哦，他一直哎哈。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好可爱！你看他没有唱歌的地方都成那个一直在嘿哈嘿哈，那要嘿很久哎、欸，真的啊，他三分钟哎、欸，嘿三分钟，他唱的那个唱嘿哈的时间，搞不好都没唱的歌的时间久。哎、欸，不知道什么，我小时候就是看美人鱼，不是都就看很痛，就很痛苦的样子吗？但我就觉得很爽。哇，你好恐怖啊！也是抖 S 吧？你才是反派吧？也不是啦，就觉得，就是我小时候都觉得那个美人那个正派的歌不是很好听，然后看到很痛苦，就会想说，还不赶快好好给其唱歌。哇你哇很坏哦！你知道我小时候跟同学讨论，我同学更坏哎、欸！我同学那时候才国小吧，我同学就说他每次听到正派唱歌赚钱，叫他闭嘴。哈哈，反派的歌是不是？他说反派，他就跟我说，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他在沉思。我们就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真的想不明白。我说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唱歌那么好听的人会遭到埋没呢？就因为剧情的关系，他就得死吗？我反而希望那些正派死一死。我就哈，哇，
我就好，你在说啥？很偏激哦。是啊，带他去鱼市场就怕了。对，对呀，我带你去一个会尖叫的地方。太可怕了，叫了个大声的地方。哦，听到我说啊，然后我们旁边每个人都啊。然后甚至还有回答大家，我也这么觉得。哦，大家都好可怕哎、欸，对我很惊讶哎，因为是在国小哎、欸，国小是这么小，还在国大。惨了，只有我没看过那个什么唱歌的美人鱼吗？嗯，珍珠撒把鱼吗？哎哎哎，珍珠我也没看过。哎，放尊重哦，尊重哦，多少粉丝在、欸？我把它全看完了，没事啦。是，我会看到。之前有尝试想看看过一两集，就是小朋友在看，我就跟着看。啊，听到他唱歌，我就走了，我就转身了，受不了了。我觉得就是很尬，你知道？我觉得就唱歌打架很尬的一件事情。可是有些动画都是唱歌打架、啊，有些动画也是、啊。对啊，有那种跳舞在打架的、欸。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打架不如尬舞，真的。哎、欸，突然想到《圣斗士星矢》那，那个我没看的、欸，我也没看。我只有看一点点。我也只看一些啊。啊，真的吗？我小时候超喜欢的、欸。你，嗯，我的 man 不是他说暴露你，因为他之后有一直有做一些新的那个啊，懂吗？有冥界版的，有对啊，对啊，对啊，有冥界篇那些之类的，他其实有一直在那个做新的啊，超多。那好像也算新的。你是不是假粉丝？对啊，我就看完第一季就没看了。我看完第一季就没看了。我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那只鸡要搓不搓的，要搓不搓是怎样啊？你说那个吗？火影大战的那一场吗？火影大战是串动画，串动画。要搓不搓着搓着火影那边啦、啊？哦，我那个真的很气耶！那给我怎么可以这样拖快十集、啊？那个画面可以这样带过，然后带了六集。六集哦，然后那个气球在插在那边，就是不拔出来，你就是插也插不进去，拔不出来，六集卡在那边，气死！然后那个手还在那边弄那个哎哎，然后眼神挑眉一下，然后呢就换下一个画面，我快气死，你知道吗？快笑死了！哇，杰克你是几倍血量啊？就最高啊！嗯。16层，那真的是最高哦！要从开场打到现在。你是从九点打到现在？我从45分啊，打了6分多啊。这样啦，那我不敢放时间的了。哎、欸，为什么？哎、欸，哦、欸，我想说为什么没有用。QQ 的，你有先来吗？嗯，你先啊。有人在讲什么童年有三表风花米儿是下腰。风花米儿。之前那个啊，迪卡就讨论很热烈、啊。等一下，然后有人说，那静香跟梦那个什么，梦、欸、子还是谁？梦子，梦子。哎，我觉得梦子比较不行，静香我还好。哎，梦子是他的施主哦，好好说话。哇，梦子真的很夸张、欸，他这是从头到尾都是把人家当工具人，一定是抽烟卷。哇，你好犟哦！好会呀，好会呀！静香，我觉得不会耶，因为我觉得静香就是有点一心一意都在大雄身上。他有吗？有吗？没有吧？有吧？我觉得我一直看的时候，他都没有。我觉得至少他都没有在欺负人，对，他没有在利用人的感觉。你们要想象人家国小哎、欸，对啊，我小学懂这些，那好像是人才哎。长大不得了。国小你对谁好，谁就跟你好，不是吗？我以为都是这样子。对啊，他有时候还会那个哎、欸，就是大雄被欺负的时候，还会叫人家不要欺负他、欸。对、啊，不要欺负他啦，这样。对啊，而且你看他后面的动画，其实不管怎样，大镜像都是跟大雄结婚比较多。嗯，就最后他们是在一起，不是吗？对啊，对啊，基本上都是 啊，怎么演都是。所以就觉得还好。对啊，我就觉得还能接受了，只是他洗澡的频率有点太高了。他不是算好是一天洗三次澡，对，一天洗三次。你们把他去鱼市场啊？对啦，大家都在讲那个啦，静香的爸爸到底是谁？你有看过那个统、啊、那个统计吗？就是每次静香看到他爸爸都长不一样。啊、是
是哦，嗯，对、啊，每次画面画都不一样，就每次看到他的爸爸都不一样。这边是干爸、啊，干爸一号，干爸二号，干爸三号，好猛哦！太神啦！太神啦！太神啦！这个我在想、啊，爸爸都陆陆续续回家了，爸爸陆陆续续，救命！爸爸会陆陆续续啊！哇哦！有人说智商 NK 洗三次是要给大雄进来的机会啦！哎哎、我叫进来的机会、啊、你这个要注意一点，讲危险哦，喂哦。如果我旁边都是你害的，是你自己讲出来的，讲出来的。哎、啊欸，我没有想歪啊，有人就歪我，以后我就哎，不是啊，啊，哎、欸，我背锅耶。哦天哪！天哪！天都黑了，蜘蛛要出来咬人了。真的，赶快打一打！赶快，赶快，赶快！啊，要笑了。我是想不到我有什么动画要重置的话，因为现在通灵王已经要重置，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有啊，通灵王有啊。嗯。还有什么？请看你的学业差、欸。哎、欸，那你可以看那个啊，好长哦，太长了。夜叉姬不是褒贬不一吗？嗯，那不是褒贬不一。那个是粉丝向动画、欸、哦，对啊，哈基可以去看、啊。你可以看到他们之后哪一部？夜叉姬。夜叉姬啊，夜叉姬。对，夜叉姬。夜叉姬。我跟你讲，等下那个叉姬又来了，不要再来了，五只了，不要再来了。打麻将已经有一个人可以在旁边休息轮替了，不要再来了。打累了吗？打累了吗？我来，反正看不出来了，他们抓不出来了。换手，技能不太一样而已啦。哦，真是要气死！我快笑死。说说你的感想以及心理层面积。哎，我已经不想说了，单抽还可以出。累了。我已经单抽很久没出了、欸，哦，那个熊猫团团他怎么都会出啊？还抽啊？出两只，还抽出自己抽的、欸，还抽自己没有的，没有那天是意外。那天我跟哈基运都很好，好不好？哈基去那个见面会也是啊，你自己讲，超扯啊，就是没有，就是你知道，就是他有那个一个活动是说，我们要打一个 boss boss 的东西，然后你有个计量表，那就是一样抽十个人上去抽十抽。嗯，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被抽上去的，被点上去的。然后想说，他这时候在上面抽，会不会其实这时候官方有偷调什么几率呢？我来试试看好了。我就自己转身，然后手机拿出来单抽，哦，出 SSR， 哇，好爽，很夸张哎。然后在台上抽十连抽，第一抽也是 SSR， 哦，两，好强啊！说说你的感想，我们两个那天的运都很棒哎，我觉得真的夸张。夸张，夸张，夸张，你金币很离谱，离谱，你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你是让人很难接，你看你，啊，我是在学你说话、欸，哎，这样，来呀、啊，来学我说话。哎、欸，你这个好像那个，好像哪里听过？哇！你竟然哇！我看你是不知道我是谁啊？没有了。哦，对啦，对啦。谁呀？谁啊？谁啊？就是大熊啊。对啊。头会女，就是那个头会扭来扭去的那只。虽然讲的没错，可是听起来很奇怪。没有差很多啦，是没错啦。我看你是无和我拍过哦。好热哦、喔！头是扭来扭去，真的是没错啦。的确是扭来扭去，没错。跟你姐是扭来扭去。有人说想看相声瓦舍、欸，你们怎么想？相声瓦舍，瓦舍重置吗？靠到草棍儿，我居然不知道那是啥哎、欸。你不知道啊？那一磊是谁？你知道吗？啊，你知道谁在一磊吗？谁？谁一磊？对谁呀？对啊。没错，三磊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哎、欸，那不是好同伴的。天哪！金闪，我的天哪！我就是以前都是听爆哎、欸，超经典不是不知道的，真的不知道哎、欸欸。可是他们其实后来还是有表演，可是就是比较少、欸。其实最近他们也有表演啦、啊。对啊。对啊，最近其实也有。哦，他们十月九号才刚演过哎、欸。你可以问我啊，那一磊名字叫什么？加油，在跟你讲话。加油啊！一磊名字叫什么？谁呀、啊？二磊名字叫什么？二磊名字叫什么？对，没问题，谁在二磊？啊，谁在二磊？对，谁在一磊？谁在一磊？谁在一磊？那谁在三磊？不是三磊，我知道。那有人得分吗？好烦、喔！他、啊、有没有陈磊？那有没有徐磊？哎呦，他当老师了啦！是哎，你干嘛？钱吗？哎，霸气！这被观众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吗？真假的不知道哦。我们这个看有没有看呐、啊？有没有看，真的没有，我没看过。年代隔阂，像我其实也没什么，我没看过啊。你是央央有看过啊？我是前去年有人给我看的吧，好像。所以这边应该就是什么东西？没有哎、欸，因为像、嗯、像我没看啊。一半一半呢、欸？我是知道，但是我没看。哦，太经典了吧？我是纯粹没去看的。那个。你知道啊，有很多要入坑欧美金州的好多东西要看哦。相声这个东西就是你放着听啊，做玩游戏或者是在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可以去听。嗯、对啊，对。你讲相声让我想到叫什么云什么社啊？什么德云社？对，德云社是那个大陆那边的。对啊，我那时候时间超过了。啊，对呢，没有抽奖，抽了啦，抽了啦，跟你讲啊，抽啦，啦，角落啦，你自我，新年快乐，一，十一，二一，你啊，走，共辜，没有了，睡啦，再度共辜，共辜，感情到累积到明天，下礼拜。明天我们要特地上来抽一发，就为了抽这个，对，抽完就可以下线了。电脑开来抽个吗？啊，发给准新的，抽完解散。哎，好快的，打错了，白痴！怎么了？你又哎哎，你怎么又哎？这次有绳子掉了耶！哦，那没事，那没事。嗯，我看打不错，打不够大力吧？对。哎，怎么会走绳子掉？应该是上面的东西会跟着掉下来、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其实可能多个一条，搞不好它已经掉了，只是我们还没看。之前有放太厚了，太厚哦，多放一个之类的。太厚，你说慈禧吗？皇上吗？哎呀，哎，等下我的衣服嘞，我的衣服嘞，在楼上。等一下，我帮你拿下去吗？我刚放在楼上。哎、我现在发现你戴墨镜哎。对啊，他戴墨镜，他已经戴一阵子了。啊，真的吗？对，从魔法金属开始就带着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的啦，只是想先给大家听。他畏光。进去啦！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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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好啦，今天的魔法不是，今天节奏真的到这边啦，感谢大家。好啦，今晚轻松生存就到这边啦。最后，真的好赶哦、喔，今天怎么赶？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那今晚就到这边啦，大家晚安喽。啊，对，结尾，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啦啦啦啦，等我一下。我发现声音太小声，我每次结尾都好小声，这样有没有大声？来来来来来。
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下次见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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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